启动空中要塞。
Yes. 搞定。哇哇，哈哈哈哈，我真是个天才。希望你这次别坑我了。我什么时候坑你？好基友又在秀恩爱了。你现在就来坑我啊！走走走走走走走，祝你们幸福啊！这个混蛋，我迟早收拾他。算了，你打不过他，迟早有报应。还是办正事要紧。这位就是我的死党许秦凯，我们在学校。患难与共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这次就靠你了啊！你不是靠柯南吗？我不是连你一起败了吗？啊！哎，拿来！我知道你准备好了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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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哎，好兄弟！我上来。嗯。同学，你的论文我们已经看过了，你能用简单的语言描述一下你论文大致的内容吗？这个人工智能啊，兄弟，你搞什么？开启语音功能。语音功能开启。
人类智能发展历史，成功线索。各位老师，如你们所见，我的论文运用了辩证法和分析法，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阐述了它的发展变化和结果。这个小人就是我们渺小的人类 human。对于历史的习惯性线性思考，人类太容易参考经验了，导致对于未来的预测过于保守。强弱交替的人工智能最终会进化为超强人工智能阶段，到那个时候，人工智能会拥有自我意识，对生命产生认知度。哎，差不多得了啊，再说下去他开专题怎么办？老师，我解答完毕。你的论文和答辩都很不错。我的感觉他不是来答辩，好像是来给我们上课的。同学，你觉得人工智能有了自主意识会是件好事情吗？你怎么了？这下好了吧，死定了。哎，想开点，我们都大四了，应该没事。对不起。还是让我们想点开心的事情吧。一起参加6G共享计划，很多人都报名了，不知道坑不坑人，毕竟免费的东西总是让人这么堪忧。我觉得你才最坑人呢，明明是你失手了好吧。怎么会是我呀？要不是那个郑坤。哎，你过来啊。哎，你一个001一个班的是吧？那我叫你让他出来，你怎么不让呢？你觉得这是小事儿是吧？郑坤，电脑高手啊，高科技作弊呢？你先放开他。好。不好意思啊，手滑了。你别牵太甚啊。哎，走，帮他修好再走啊。你不是专家吗？哎，别那么过分啊，大家都是同学。过分怎么了？别，坤哥，我当我什么也没说好吧？滚！
你今天还不想毕业是吧？那还不是为了你。 Kimmy， 你最好别管这事儿。你赶快放开他。你们两个跟我去医务室。你们两个小心点儿，今天晚上寝室见。我不入寝室。嗨。嗨。哎，郑坤是不是在追你啊？他好像很喜欢你啊。闭嘴。哦，好了，张嘴。啊啊，痛吗？啊，你叫什么？啊，我叫李依林。哎，我们好像住一个小区，我经常能看见你。是吗？嗯，还好没有脑震荡。我叫廖莹莹，也可以叫我 Kimmy。 最好叫我 Kimmy， 我爸给我取的名字可真土。但我觉得有个校长老爸特别帅，就像你刚才救门，我觉得你很好。你们刚才做的也很对啊，虽然有点傻。好了，见义勇为的青年们，再会吧。哦，那好，再见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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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回来啦。哎。我记得见到怪兽，还有很多穿特工服的，还好我跑得快，不然我就没命了。昨天晚上就在那边。妈，我回房间了啊。张总，你那个清华大便怎么样了？哎，老妈，老爸最近会回家吗？他什么时候跟我们说过他的行踪了？哎，太不像话了！以后我帮你教训他啊。内部升级完成，请输入程序命令。姓名。我们见个面吧。好的 ，Kimmy， 晚上见。前线范围，真的自己选择吗？明白了。不错。 哎， 哎，阿姨好。你好。我是来他是来蹭饭的。正好我不在家，你可以多吃点。哎，你干嘛去？我有约会。约会？不是说好要一辈子做单身狗的吗？哎，我这约会呢，我不跟你说了吗？你给我打什么电话？可以啊，大半夜的在学校约会。你是不是变态？跟踪我呀？没有，怎么可能？纯属巧合。你在哪儿呢？你快出来，要不跟你急了啊。你给我出来。哎，淡定淡定淡定，就算是出歌也要有万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的霸气。哎呀，别拍了别拍了，我给你两个选择。第一个选择，带着你 DV 滚。第二个选择，带着你 DV 尸体滚。听见没？别拍了，别拍了。重色轻友呀。 Kimmy， 你别转移话题。你给我滚滚滚滚。真的滚。你到底走不走？Kimmy， 我给你解释一下啊，他不是来偷拍的，他是来拍毕业设计的啊。毕业设计啊啊啊！对，
毕业设计呢是反映大学生生活的纪录片，如果你愿意的话呢，我也可以留下来记录一下大学生的日常约会。我们这没有什么你要拍的，你赶紧走吧，是吧，天明？让他赶紧走吧。怎么了，天明？你干嘛呀？你干什么呀？去小树林吗？去。依林，我觉得你还是不去了吧，那边挺黑的。你自觉点，消失吧。啊，哎，天明，你怎么也不说话呀？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要不你下来走走吧。没想到今天你会主动约我。喜欢吗？喜欢。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这样呢？天明，等一下，别那么着急行吗？我喜欢的类型，但我现在心里有点乱。现在把眼睛闭上。哦，今天你约我，我真的特别高兴，但是说实话，我还没准备好呢。十点了，该回寝室了。你又不想回去啊？我真有急事，你让我进去好不好？对不起，关门了。不是，师傅，有人在追我。有人追你不好吗？不是，师傅，你先让我进去，你先让我进去，你先让我进去，来不及了。这么冷，还跑教室里约会？移动成功。主人好，我是李子。李子，搜一下离开教学楼最近的路。导航完毕，往下跳就是最近的路。你开什么玩笑？天明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一定要原谅我。还好没人看见。闭嘴，这里有危险，快跟我走。风流，
一个肾啊！Kimmy， 他自己在这儿不行啊。放心，他在这儿很安全。快走！哦。哎，雨霞，这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你还是不要知道吧。哇，好酷啊！你们搞什么？哎，这么大动静！哎，他是谁 ？Kimmy 呢？哎，依林，说话呀！你说句话呀！有谁动过这个手机？只有我。这个程序怎么来的？我开发的。那你死定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这些事儿都是冲我来的？他对你开发的这个程序有反应。虽然听着有些胡扯，但是我很想听下去。我一路追踪他们来到这儿。你的意思是怪物不止一只啊？嗯，很有可能。那他们是从哪里来的？如果没错的话，应该是地球之外。什么？我就知道有外星人，有外星人。你要是再说话，我会让你后悔出生在这个地球。虽然外星人，我们暂且不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，但已经开始行动了。而你和这个程序，一定是关键所在。那我果然死定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会一直保护你。怎么保护我？
二号箱体取出。帅气，按下按钮我就会感应到你的位置，这是说明书。这么厚啊，这黑科技也太黑了。哎，你想我的呢，给我一个呗。嗯，这块手表卡通了点儿。你们给我听着，从现在开始别当自己是大学生了，这是生存游戏。反正我们的意见也不重要。哎，他倒是说出了我们的心声。我们现在面临的是残酷的现实问题，要么毕不了业，要么被外星人或者我妈弄死。我要调查一下你们的校长，24小时监视他。监视校长？不不不不不，我还想毕业呢。不不不，兄弟，你想想，万一校长和外星人是一伙的，在你拯救地球后，全球500强公司是妥妥随便挑啊。你觉得这个任务好，那你去呗。行了，你们俩自己回家慢慢商量，是坐着等死还是奋起反抗，好好想想吧。哎，去哪儿？明天见。这个女人我喜欢。你是谁啊？我是李子啊。李子？你是程序啊？别开玩笑了。这就是我的实体，我是按照主人平时上网的习惯才变成这个样子的。不好意思，妈，不是你想那样。哎，你到底是谁啊？敲门啊！你们带上我的检测器，如果发生什么事，就按下壁卡上的按钮，我会立刻过来。行，知道了，走吧。哎，你要干什么呀？我现在教你一条校园法则，知道怎么样才能避开保安的盘问吗？我告诉你啊，千万不能跟他有眼神的交流。必须很镇定，看都不看他一眼。说的你好像很有经验似的。我以前不带卡进图书馆都是这样。好了，你去吧。哦，哎，你不去呀？我在这儿给你放哨啊。你走。
同学，你要去哪里？啊，我去校长室啊。你预约了吗？啊，还要预约啊？校长室你想见就能见的，给我走。哎，不是，哎呀，完了，玩脱了，顶不住了。你不能就这么放弃，必须搞定。好，自己搞定。哎，我现在可以预约吗？去网上预约，大概一个月之内校务处会受理的。啊？哎，等等，这不对啊！我大学四年就见过一次校长，还是新生见面会的时候。哎，同学，你见过校长吗？啊？哎，同学，那你见过校长吗？没有。你看看，这不合理，这不公平啊！好像校长随时都可以见我们，是不是？这凭什么呀？哎呀！老师们，同学们，我们江城科技大学校训是什么？平等、博学、求知、上进。第一就是平等，对不对？我们作为江城科技大学的一份子，我们就是这个学校的主人，我们凭什么不能见校长？凭什么？我，李一林，今天就要见校长。好。好，校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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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不要急，我现在去打个电话。Yes。秘书说了，校长身体最近不太舒服，请你们改天再来。啊？你有什么急事吗？我们，哎，我们其实就想找校长讨论，为什么我们寝室至今都没有装上热水器。对，就这个啊。大一新生都装了。对，这个嘛，你们不就问学校后勤部不就好了？瞎捣乱。依林。啊，哎 ，Kimi， 哎。你们在干嘛？我肚子不太舒服。你不用那么刻意，我是真的有点疼。所以你们是因为热水器才去找我爸的？哎，要不你带我去见你爸好不好？我才不要见他呢，让他在办公室加班好了，最好别回家了。哎，对了 Kimi， 昨天晚上你在哪儿啊？昨晚我在医务室值班睡着了，怎么了？随便问问。主人，请您约这个妹子吧。谁在说话？手机铃声。好奇怪的手机铃声。许静海的手机。怪不得。我往这边走。哎，等等 Kimi， 你今天晚上有空吗？怎么了？我想请你吃个饭。不好意思，今晚我有安排。没事，那我们改天再约。那我先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你怎么自己启动了？李子有点无聊，所以想看看主人在做什么。李子，你现在很危险，以后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要再启动了。主人，听说你很拽啊，行政楼找校长啊。对不起，你让一下。我郑坤呢，不喜欢别人跟我一样拽。你为什么这么拽？谁让你这么拽？
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请你离我女朋友远一点，以后不要让我看见你们走在一块儿。我都跟你说了，我们只是普通朋友。你看看你啊，你们当然只能是普通朋友了。我好像没必要跟你说什么。这什么 cosplay 啊？啊，想打拳击是不是？啊，没想到你这人还这么中二啊！这按钮是什么？我建议你不要动它。哎，我动了，我动了，怎么了？啊，发生什么了？啊，我很期待啊。怎么回事？他呢？你就叫一女的给你出头？你下手轻点啊。你如果想平平安从这学校毕业，就给我离他远点，他是我的人。你听见了，他说的都是真的，但后半句可以不用听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哎，轻点轻点，我脱臼了脱臼了。所以说他是从昨天开始有自我意识的。是的主人。换个称呼吧。好的爸爸。照旧吧。好的主人。收敛点吧年轻人，意淫伤身。你这话我没法接，不过也不知道怎么反驳。我像活在二次元世界里的人吗？主人，我反对。我是在问人类的意见。小时候啊，我老爸经常不在家，他在家里留了一套那种老式的台式电脑，就是 DOS 版才能进入的那种。我总是自己去研究，直到初三的时候，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有 Windows 操作系统。我以前接触的都是编码，所以给女生留下这种印象也很正常。你觉得呢？是啊，而且看起来心里还很脆弱。你这是在安慰我吗？就算是吧。再拖了，我们去找校长。那他怎么办？先做医务室吧。有这个技术怎么不早说呀？哎呦，疼！你有没有听到什么脚步声？治病吧你！靠，居然混进来了！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！校长秘书。
校长没在呀、啊。哎，校长 PS。李林，你还想毕业吗？不要掉以轻心，也许校长就是外星人。校长大人，他说你是外星人，我也是外星人，要不你把我的处分撤了吧？求你了，求你了！怎么可能？我当了十几年校长了。耶！哎，这有个悬空的地球仪。哎呦，这儿居然有个密道！哎，走，我们进去看看。这么小的密道，我可不钻啊！我做人是有原则的，你们进去吧，我在外面给你们放哨。哎，你是不是害怕？什么害怕呀？万一有人来了，我可以通知你们。嗯，哎，早知道我也不算了。哇！校长，校长，校长，你们干什么？校长，你别紧张，我们是 Kimi 的同学。我女儿的同学啊？哎，校长啊，帮我解开。等等，你是校长，那他是谁？我杀人了！对，对不起，我是不是这辈子都不能毕业了？我，你看清楚，这是假的。校长，来好了，起来吧，慢点，慢点，是假的。你出手这么重，看来你平时对我意见不小啊。怎么可能呢，校长？我这是在救您呢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先别说了，看来事态严重了，我们快走。啊！同学们，这边快走，这小心，走，走，这边，我吓死我了，看看从哪里能跳下去。大家不要怕，不要怕，这里有两道门，
他们是冲不进来的。校长，校长，他们都被控制了，说什么都不听的。李秘书，你不要再瞎闹了，再闹下去，你明天不要来上班了，我现在就开除你。没有声音。还有一个出口。校长，校长，来来来来。腰闪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动不了了。这那你们快去报警吧。我试了十几次了，没信号啊。呀，那我女儿呢？莹莹呢 ？Kimmy， Kimmy 应该在寝室吧？那去找，快找！那我去。你一个人能行吗？我可以的，那你照顾好他们啊，我走了。我不是坏人。你真不是坏人？我真不是。你先发个红包给我。啊，你手机有信号啊？对啊，我早上手机坏了，才买了一个月，真倒霉。不过没事，先发了再说。Kimmy回来没有？在那一堆里面找吧。Kimmy， 要不把他们扶起来吧？扶什么？早就想揍他们。你是不是过分了点？哪儿过分啊？女生寝室嘛，迟早是要撕一撕的。
Kimi。 Kimi， 你没事吧？没事，看一眼。他谁啊？我们苏港阿姨。啊！阿姨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主人，我刚刚检测出寝室附近有许多异常的网络信号源。依琳，这是？哦，其实它是我开发出来的一个程序。主人，我才不是程序。李子，你刚刚说有异常的网络信号源？是的。你去查一下，这个六 G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昨天。我们在 Kimi 身上并没有找到任何形式的信号接收器，所以我猜他们控制人类的方式根本不是电子信号，而是网络信号。现在被控制的人都是这个六 G 网的试用者。李子，你查一下这个试用者名单中有没有 Kimi。 已搜索廖莹莹第125号试用者。我果然没有猜错。对了，六级计划的发起人是谁？我知道是谁。林宇顺，前几年还是我把他招进学校的。哎，他说要在全校推广六级网络，我就知道问题没那么简单。教授不都是这样吗？六级计划的推广时间在今天凌晨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不能在此之前阻止教授，那么全校所有用手机的同学就都会被控制。可是现在校门口的保安都被控制了，我们又出不去，和外面又联系不上。我说，我们只能自己对付教授了。刚才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，算我一个。我靠，这些外星人也不看看江城是谁的地盘。校长，外星人太不给你面子了。哦对了，你们谁知道为什么会在这儿？看来我们得分头行动了。我去找个电脑升级例子，看看能不能追踪到教授的位置。依琳，怎么了？谢谢你来寝室找我。啊，我们是朋友吗？主任，你应该吻他。闭嘴。哎，超市里能有什么武器啊？哎，有什么买什么吧。曾经的一天真的以为依靠坚持不懈的努力就能赢下人生的长跑，等到终于跑完了长跑就能解决所有关于青春的烦恼。 And this is my suggestion， 兄弟你真的还是太天真的不懂经营自己的人生，回想是否花过钱买过谁写的成功心理学，是否花过钱处理那病。你爸爸去哪里了啊？打麻将。小妹妹很聪明哦。别以为跟我套近乎就能给你打折，知道吧？有外星人来了，现在不要玩手机，很危险的。幼稚。坤哥，刚才一共85块钱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快走吧。啊。我早就想这么做了。我也是。你们搞什么呀？你干嘛一直在喝水啊？因为我要让我的肌肉随时保持水分呢。穿上吧。不用了，穿上吧。你们俩认真的？嗯，我们三个留级的家伙拯救了学校，顺便拯救了世界，你不觉得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吗？而且一会儿打起来穿上好人。你就叫分钟的摇摆，人太多都不习惯，你害怕看见心仪的女孩不敢 say hi， 看不惯那些不公平都无法。
发现自己个交代，是我们的决战之夜。是否选择 combat， 选择奋起反抗，还是去世街头游走？这虽然是我做过最中二的事情，那是你的样子，但我绝不后悔。心里逃避多少次，你害怕没有斗志，机会总是轮空，你知道我找到了，有多懦弱不敢放手一搏。他们偏离生活的重心，放在朋友圈，你翻翻口袋，发现自己早已没了钱。不想把思绪困住，不想做谁的信徒，不想让自己这样庸庸碌碌，不敢也轻易认输，所以自己找到的一条路。哎，你们说我们是不是走错了？是不是系统有问题？哎哎，别踩地平，这都快11点了，赶快回寝室吧。师傅，等我们拯救完地球之后再回寝室睡觉。拯救地球？李子，可以开始了。收到主人，请稍等。都要去征服他。 Let's go。 师傅，麻烦你守在这儿，别让别的同学靠近啊。谢谢啊。拯救地球，人人有责。这里好像很危险的样子。女神真的不来帮我们了吗？哪怕她叫点援兵来也行啊。我看她是怕没面子。说什么呢？女神，我申请隐身。说明书你没看过，这壁铠上的功能都是一次性的。我去，没见过这么黑的黑科技。往这边走。什么地方啊？好像是垃圾场。哎，垃圾场好，垃圾场安全。你小心点。那什么东西啊？这边还有一个。快跑！我现在对密室啊很有阴影，说不定一会儿又冒出个什么东西来。
子的？啊，这叫未启动，没看到人家还连着线呢吗？哎，你们过来看看这个，这是什么呀？我靠，这简直是生物实验室吧？外星人的钉钉吗？说不定这就是外星人的本体。不过说到钉钉，我好像有点内急。让你喝那么多水。原来他们不是机器人，这些是大虫子控制的金属外壳。哎，那个是什么？不用说，这肯定是什么重要的装置，我们有80%的可能把它给炸了。那个计时器又是什么？这就是剩下的20%。这个装置自爆，把我们炸了。哎，李子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个东西有点像 WiFi 基站，但数据规格完全超过地球的基站水准，甚至比802.22标准还要高，连接能力超过10万，并发数超过5万，应用的是54兆赫到698兆赫的信号频率。说人话。也就是说，它可以把主信号发散到其他有 WiFi 信号的地方。啊，就是它嘛，罪魁祸首。哎，这不是林教授吗？不要！你看外星人这科技做得多发达，他们这假人做得跟真的一样。多谢。同学们，欢迎光临。教授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这你要去问李子。你的人工智能没有李子，就凭你们永远也找不到这个地方。生物进化就是这样，在高级文明眼中，所谓的文明就是人和虫子的分别，而你们在我的眼中就是虫子。你想用人工智能控制人类？看看你们的地球吧，你们除了每天只会面对手机，真不知道你们还能做些什么。即便没有我们的存在，很快你们也会被人工智能所奴役。但是现在不用这么麻烦了，因为不久地球将为我们所用。你太卑鄙了。想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要不要尝一尝？我给你们两个选择：一，用你们的尸体做标本；二，用你们的活体做标本。我选二。那选二。选一好。那选一。选二。选一。选一不遭罪。选二还能活着呢。选一。选二。选多少？教授，换衣服的速度也太快了吧！我靠，这是开了挂吧？黄金战衣？你们以为一颗炸弹就能打破我吗？既然如此，
改日再斩。喂喂，你们到了吗？我们都就位了。哪边走？哎，这边。真没想到外星人居然能在咱们学校混这么久。还有十分钟，让所有人把手机都关了，要不然来不及了。李子，哎，你可以关机了。好的，主任。郑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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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还没要呢。走走，憋死我了。孩子们，你们辛苦了，接下来我出马了。爸，啊，你千万别说成开学典礼那样。我知道了，放心吧。啊，嗯。同学们，是我，我是你们亲爱的校长。你们这一代被人称为是脑残，说你们是除了电脑什么都不会，除了手机就是个废人。哼，我想证明给他们看，你们这一代人不是随随便便被人利用和控制的。女儿，我说的对不对？同学们，对，让我们捍卫一个母校。顺便，他在说什么呢？你别管他说什么，他越说我越憋不住。哎，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反效果吗？同学们，校长保重，快走，快走。请关掉手机一天。一、二、三，关掉手机。等等，看看你们的地球吧。快，你们也会被人工智能所奴役，因为不久，地球。走吧，别闪烁。师父，上。让他平时欺负那么多人，高科技作弊呢？滚！现在有报应了吗？制服了，哎，不要在意这些细节。
又发新校服了。走。等等，这衣服别穿了啊。哎哎，等等我。爸。女儿。啊。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。别怕。走。女儿快。原来这就是小花塔，在这儿读了四年书，居然不知道这个地标是被外星人控制的。你能拆了他们女神？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。我敢断言，外星人不敢贸然追上来。天真，找个空旷的地方，等他来。
李子，还在不在？在的话，帮我清除发射塔。李子在不在？快回答我！我去，我的呢？我也要去帮忙。女神，我的呢？你这是阉割版，不带外骨骼功能。什么？这做人的差距也太大了。我连阉割版都没有，我说什么了吗？他这个走法会不会是红的？不可能。怎么了，依林？哎，依林，哎，是我啊！哎，清醒一点！不是我，依林，不是我，依林，做好人一做一辈子难事口了吧？我，林依林，住手！天明，快，他被控制了，赶紧用你的爱唤醒他！依林，醒醒！依林，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？依琳，依琳，你快醒醒！啊！啊！
在我的地盘撒野，你啊！燃烧吧，我无悔的青春！啊啊！为什么我被打了两下？Kimi， 你没事吧？哎呀，我去！你们俩还好吧？你这出手比我还重。主人在吗？李斯，是我。你在哪儿？我在天上。天上？是空中要塞。什么鬼？一种卫星武器，能延迟敌人的行动。那等什么？李子，快启动它！哎，等等。如果你启动空中要塞，有可能被防火墙清除啊！清除就清除，以后你再造一个程序不就好了？李子他不是程序，他是我的好朋友。就算我再造1000个程序，他也不是李子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想什么呢？李子他跟我们一样，是有生命、有思想的。你疯了吧？你是被智能程序洗脑了吗？他能给你生孩子吗？你们不要再吵了。对不起，主人，你授权的李子最高自主权限，所以我决定完成入侵。不，李子，不。再见了，各位。再见了，依林。很高兴认识你。南瓜人起来了，还不打住，快快！就是现在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不会再逃避了，我一定要保护大家。没想过打赢你，我的目标就是打破你的铠甲，让你的本体暴露在空气里。林教授，原来他才是虫子，依赖人工智能，自己居然退化成这个样子，真是悲。真可惜，我还想带回组织呢。口味还是你重要。这个结局 perfect。要不我们合影留念吧？无聊，还是你们自己合吧。莉莉，
哎，你开机很屌啊，那还不够关机。在忙啊？嗯。啊。你找我有事？啊，也没什么事儿，我就是来告诉你，我和许新凯那处分被撤销了，我俩能顺利毕业了。是吗？恭喜你们。啊。你今天晚上有空吗？我今天晚上还是有安排。哦，那好吧，那我先走了。依琳。啊。等等，天明，你确定你是清醒的？你不会又被控制了吧？明晚我报告长官，事态好像比我们预想的要严重。曾经的你天真的以为依靠坚持不懈的努力就能赢下人生的长跑，等到终于跑完了长跑，就能解决所有关于青春的烦恼。This is my suggestion， 兄弟，你真的还是太天真的，不懂经营自己的人生。回想是否花过钱买过谁写的成功心理学，是否花过钱处理那并不重要的人际关系，但你发现其实这一切都毫无卵用，就好像你隐瞒不了你出生在1983，就好像我不能阻止你最终走向死亡名单。你不敢爱，你不敢恨，你就像分钟的摇摆人，太多的不习惯，你害怕看见心仪的女孩，不敢 say hi， 看不惯那些不公平，都无法给自己个交代。人生给你重来，你是否选择 combat， 选择奋起反抗，还是继续街头游走？镜子里的你，那是你的样子，却看不清楚自己心里逃避多少次。你害怕没有斗志，机会总是轮空，你知道有多懦弱，不敢放手一搏。他们骗你生活重心放在朋友圈，你翻翻口袋发现自己早已没了钱。不想把思绪困住，不想做谁的信徒，不想让自己这样庸庸碌碌，不敢言轻易认输，所以自己找到的一条路不认输。他跑到顶峰，确定他的初衷，还想要证明我与他人不一样。生存的压力，生活的焦急，他曾经太过自卑，无法选择面对问题，金钱让人愚昧，他害怕失去道德，沉默不是罪，成功难道可以唾手可得？他找到绝境开始，就算死神和他照面，挣脱圣潮束缚，他把危险当作经验，感受过人群的冷漠，全希望被照亮，身处在同一个时代，却总是被笑话。他有很多话，却没人倾诉，他告诉自己死亡名单绝不为他俘虏。十字架悬挂在3.1刻的时空，不用怕，你的名字已经列在名单中。关于这场游戏是打逃杀，别怕找茬，别输给他，不要倒下。兄弟，你快无可救药了，兄弟，你还需要多点勇气，是否还能再教你一句兄弟？让我们一起逆袭，打破这窘境，全金属的外衣已经布满裂痕，但我们选择在这个肮脏的世界里当个好人。不怕受伤的男子汉都是不怕输的，你敢捡起丢
下的武器我们还是 top shooter， 找回自己 We are still the soldier。